下面我们进行少林扫帚棍的演练和讲解。少林扫帚棍，相传为宋朝时期所流传，它简洁、舒适，动作变化多样。相传呢，在宋朝时期，当时的地主阶级以及当时的统治者。 害怕农民收种有兵器利刃，以及一些铁器，把当时的铁器都给没收起来，包括我们农家做饭的菜刀也给没收起来。他就是害怕当时这些老百姓又起来造反的情况。 处于当时的这种环境下，那么我们的诸国先人经过农历这个总结出来了一条强身健体又能御敌的办法，就是扫帚棍。他用这一根棍之后，前面又加了一节，它既不属于兵器，又不属于武器，所以被当时的这个官方以及地主阶级武装所忽视了。那么这个扫帚棍呢，它平常出门的时候可以作为敲剑用的扁担。 也可以这个捆绑行李物品，用这样把这个出门走路的时候这个物品捆到在一起，担起来。所以在当时刚一开始发明这个扫帚棍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官方的重视和注意。这样呢，我们祖国的先人。 就认真总结演练，加以发明创造，总结其他套路的风格特点，把其他武术中的招式吸收到这个扫帚棍中来，形成了它独到鲜明的风格特点。这个扫帚棍练起来有。 刀、五花、正五花、鞭、手、牙、戟、刀、铐、镣等这个动作组成。它比起这个棍术、刀术以及枪术，还有其他兵器，都有它自己的鲜明的一面，就是。 他在吸收了中国武术套路、棋剑中的精华，融为一体。那么他练起来虎虎生风，先打后哨，后哨，先打，所以容易给对方造成迷惑。这样的话，就起到了他应有的作用。 那么，下面呢，先由少林寺32代弟子司行庙为大家先完整的演练一遍扫帚棍。 Thank you.
进行少人少智棍的演练和讲解。为了方便大家学习，我们把少人少智棍分为四段进行演练和讲解。现在先给大家演练第一段。好，下面我们进行扫帚棍的演练和讲解。现在进行第一个动作，合掌敬礼，左手由左腰间向左绕半周，落在自己的胸前，目平视前方。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的演练和讲解。抱拳，分脚，两脚岔开与肩同宽，左手抱拳握在左腰间，目平视左前方。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上撂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抱拳站立预备姿势变为右脚踢棍踢勺，向左跨一步呈右弓步，同时稍子向前撩动。这个时候成为右弓步，右手放在这个勺子前面，目平视右前方。好，下面给大家做一下这个上撂的完整动作。下一个动作，弓步背上，由现在的右弓步撩哨姿势变为右脚向后拉回，同时震脚，紧接着左脚向前跨一步呈左弓步，同时右手五哨背在自己的身后。这时候左手为掌，放在自己的左膝盖前上方，也平视左肩膀，右手背上，稍至尾部放在自己的肩膀斜上方。好，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弓步背上。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倒五花齐膝各稍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左弓步姿势变为左脚向右跨，紧接着五花由左向右再向左五花三周，同时齐膝左膝这个棍勺要放平，放在自己身前，这个左脚放住这个勺子棍头，目平视左前方。好，大家看一下
倒无法机器可少的完整动作。下面我们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三步无法点少转身演练和讲解。三步在自己身前前后三五花，接着四次点棍，一二三，同时转身向后坐位，右弓步母平时右后方，嫂子头出放在右后方。好，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三步三五花，四点少右转身。好，下面进行三步跳五花转身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右弓步姿势变为左脚向左前方上一步，紧接着右步上，在左步翻身跳，成为马步姿势。棍头指向下方，嫂子落地，母平视右前方。好，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这个动作。转身五花，左弓步背上，由现在的马步姿势变为先向左五花，紧接着右倒五花，同时正脚和左弓步掌推向前方。好，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转身五花，左弓步背上的整体动作。好，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的演练和讲解，转身倒五花格哨，由现在的左弓步姿势变为身向右转，同时左倒五花，接下来左膝提起格哨，嫂子棍尾放在自己的头顶前上方，嫂子头放在自己的左脚处，这个时候要注意要架平，母平视前方。好，下面把转身倒五花格哨的整体动作完整地演练一遍。好，下面把扫帚棍第一段完整地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少林扫帚棍第二段的演练和讲解。现在先由少林寺第三十二代弟子孙行庙为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第二段。
我们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三步三五滑，回身点手，由现在的合手状态变为左脚落下来向左跨一步，同时五滑，左右左三滑，接着三步点臂，成为这个七龙步姿势，拇是这个勺子的勺头处。好，现在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三步五滑，跨八点手。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回身虚步两手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点手姿势变为右脚先向右后方跨一步，紧接着左脚落下来，这时候扫帚棍在自己身右前方绕一周半，同时左手伸出去作为左虚步，这时候掌要立过来，肘稍微弯曲，拇平直右前方。好，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这个动作。好，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三步翻身摔跤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虚步姿势变为先上右脚，之后在自己身前右前轮一周，再上左步翻右身，由自己的左前方摔跤向下做瀑布状态，拇平直左前方。好，下面把三步翻身摔跤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右翻身跳步摔跤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左瀑布姿势变为左右脚同时交叉跳换，身向右转，摔跤向左前方，拇平直左前方。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右翻身跳步摔跤。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双手撩扫蹦拳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左瀑布姿势变为起身向左跨一步，先跨左步，紧接着往前走动，在自己身前五滑，再向右翻身落下来成右弓步，同时扫帚棍落在自己的身体右后方，左手握拳放在自己的左前方，拇平直左前方。好，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回身撩花蹦拳。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左转身扫腿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右弓步蹦拳变为身向左转，先跺右脚在自己头顶五滑，紧接着落下来，同时再转身向左蹭
鬼步，手少在自己的身体左前方，目平视左前方。好，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左转身，扫腿。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右转身，扫腿，由现在的左跪步姿势变为起身，先动左脚，紧接着落下来，右脚扫向自己的右前方，目平视扫头。好，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右转身，扫腿。下面进行右转身背扫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右扫腿变为起身，向左脚向右跨一步，紧接着右脚同时向后跨跳步，正脚落下来呈左弓步，目平视左前方。好，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右转身，弓步背扫。好，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右转身，倒五花，提膝格哨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左弓步背扫状态变为先动左脚向右方跨一步，紧接着双手舞动扫帚棍，在自己身前由左向右，再向左向右倒五花三次。这大家要记住，它是有正五花有倒五花，这是倒五的。舞回来之后，这个扫帚棍尾放在上面，棍梢放在前面，在自己身前放直，目平视前方。好，下面完整的把倒五花提膝格哨完演练一遍。好，下面把扫帚棍第二段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扫帚棍第三段的演练和讲解，现在先把第三段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好，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上左右步三五花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隔棍隔哨姿势变为左脚向前落上一步，紧接着开始五花，由自己的身右方向左方五花为一周，紧接着落下来右步，
在屋第二是由右向左，无法一周落到右方，一共是五三次。好，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上左右步三五滑。好，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上左步压车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三五滑，右高立步状态变为左脚向左前方迈一步，同时棍稍在自己右前方五半扭落下来，呈跪步状态，稍头前朝前，稍尾朝后，也右手握在自己的稍中间，左手放在右手背内胎，目平视稍前方。好，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上左步压稍。上两手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跪步点稍变为起身，同时扫帚在自己身体右前方绕一周，即左膝扫帚放在自己的左前上方。大家要注意，这个时候左脚护在左右膝盖处，扫帚向左前上方一打，目平视左前上方。好，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左起膝上两手。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右弹腿压稍，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左提膝两稍变为左脚向右前方落步，紧接着右腿向前方弹腿蹬出落下来，成马步。扫帚在自己身体右前方抡一周落下来，向右前方击打。这个时候是扫帚棍要放平，目平视右前方。下面把右弹腿压稍这个动作完整地演练一遍。好，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三刀步三脚扫，演练和讲解。先动右步，同时脚稍由里向外绕一周，紧接着再上左步成倒步，右再倒着脚稍一次，再接着再上右步右脚稍一次。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三刀步三脚稍。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擦步着上斜倒稍，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三脚稍变为上步，同时扫帚在自己前面绕一周，倒步成左倒步，紧接着左手向左前上方倒出去，右手放在自己的右前下方，好，自然姿势，目平视稍尖。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插步着斜上倒稍。
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左桥步，扎手也来和讲解，由现在的倒手之势变为先动左脚向左前方迈一步，紧接着右脚翻身跳成马步，同时扫指棍由右前方向下压下来，目平视扫尖，完整的演练一遍，左转身跳步扎手，好，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左空步点手，由现在的右马步压手姿势变为身向左转，同时左脚在远处垫脚一次，扫子棍由右前方向前下方压，这个扫子棍要放在自己的右腋下，左手握在扫棍处，右手放在自己的右扫前中部，目平视扫子棍前方。好，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左空步点手，下面进行下一组动作，右山五花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左空步点手变为身向右转，下身不动，两手五花在自己的身前、身左、身右三次五花，好，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右三五花，好，下面把扫帚棍第三段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讲解，现在先把第四段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身体左展绕，右手单独拿住，接着落下来，把这个棍子一头放在自己的右手背内抬，好，下面给大家做一下右单手前后绕手的翻面动作，这时候要注意目平视右左前方，好，下面把右
感受前后绕手的整体动作给大家演练一遍。好，下面给大家做一下右单手前后绕手的翻面动作。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右转身背后介绍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介绍变为身向右转上右步同侧，左手由背后介绍，仍然由右手再重新接回母平侧右前方。好，下面给大家做一下右单手反手介绍的翻面动作。好，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右转身背后介绍。好，下面做一下右转身背后介绍的翻面动作。好，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上左步右手介绍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离步姿势变为左脚向右前方跨一步，紧接着双手变动，右手舞动棍梢在右前方绕一周向前，双头立起来母平视右前方。好，现在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上桌步右手介绍。好，下面我们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上右步左手介绍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左高弓步姿势变为右脚向前跨一步，同时左手接过来稍着在自己身体右腿向左腿再绕一周，这时候这个稍着头立在上面要架平，同时沿平视前方，这个这时候左脚脚尖点地，脚后跟立起来。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上腰部着手介绍。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回身双点梢左弓步背梢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右弓步左背梢姿势变为转身向前运动，右手接住梢棍，左脚向前跨，同时梢子在自己身前轮一周，右脚向后落下来，正脚蹭左弓步，同时左手变掌向前，右手背棍梢在自己的背后母平视左前方。好，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回身双点梢左弓步背梢。好，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腿部三点梢正脚左弓步冲拳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左弓步背梢姿势变为左脚向后退，紧接着正右脚同时三点梢落下来，左脚向正前方跨蹭，
做拱母，下面我手冲拳，母平死正前方。好，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腿部三点扫，阵脚左拱步背扫冲拳。好，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上右步三云扫，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左拱步姿势变为右脚向前上和左脚靠起撑高马步状态，同时右手和左手在自己身头顶前上方以及背后五扫三次。这时候母平视前方，右手夹扫放在自己的头顶。好，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上右步三云扫。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左手接扫，右二起踩脚，右顶肘。由现在的右手夹扫姿势变为扫帚在自己身前向右向后绕一周，同时左手接扫，紧接着转过来身向右击打二起踩脚，落下来顶肘，母平视左前方。这个时候右手握拳放在自己的右胸内侧，右手为肘向后击打出去，母平视左前方。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左手接扫，右二起踩脚顶肘。好，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抓扫右五花并步，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回身顶肘姿势变为左脚向右脚靠拢，同时右手抓住棍扫和扫头，左脚向右脚靠拢，平身站立，母平视前方。好，下面为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抓扫右五花并步。好，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收拾讲解和演练。下身不动，右手也不动，左手由身体前下方向左向上再向下落在自己的胸前，母平视前方。落下来之后缓缓地出一口气，调理自己的气息。好，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收拾这个动作。Thank you.
走啊走你啊，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击倒，走啊走你啊，走你啊，有多少真情故事当初把你关押，你看你无力一直无双，好心慈悲人慈好，英雄的历史
在啊，想人物是花间时代成为部分资料实在出现。这是一个大道士，也是一个千秋功业，在你们把它整理出来，真是功德无量。最后祝你们办得成功，一切顺利。少林功夫有千余年的历史，又有健身的价值，需要挖掘整理和发展起来。传统的武术有灭绝这个危险，需要传播发扬和光大，保留传统武术。